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猫和汤，感觉是疗愈系的游戏，然后疗愈系偶尔还是可以玩，我就下载在手机里面，那就来吧。哦，开启游戏就直接到这个画面了啦。然后也没有账号嘛，要抓我那个 Google Play 的装置账号。好，应该是经营建造。什么东西？什么肉肉？哇哦，好可爱哦，切萝卜哎，他以为他是月兔。然后会有这个，所以说不用自己点，它会自己生产。那我们来盖这个好音乐，配上完美的树荫。好，盖这个，哇，好好哦，可以在树下听音乐。然后我们现在目标是收集2000金币，继续玩这个主线任务，建造宝箱设施。字幕有点小。你们可能看不清楚，好，继续干，来打开箱子，免费开箱子，然后有一个草帽，草帽效果是切胡萝卜的那个加20%，然后之后可以看广告或是花钻石，我就有200啦，这边需要300。好，继续赚汤。点击的话也可以赚吧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是迷你房间。然后装备我们帽子。好，穿戴。好可爱哦，穿上去了是不是？我滑鼠动它也会动哎。好可爱哦。帮我起个名字，土耳其安哥拉猫。好可爱哦！喜欢猫咪的人来玩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戴帽子，然后就开始煮汤，然后卖汤，然后你可以看广告，烹饪速度成2倍。疗愈系游戏就慢慢玩，那如果你很急的话，就看广告。大家都有好处吧？广告商也可以赚，他们也可以赚钱啊。然后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，省点时间这样。好多猫咪哦，这游戏真的很不错哎。7天奖励，获得了熊猫。熊猫，你在哪里啊？宝箱，看广告。好了，因为是疗愈游戏嘛，所以没事做了，没事做了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疗愈，就听着轻松的音乐，然后开始煮汤。游戏名称是《猫和汤》啊，那是国际服的游戏，因为我在 Play 商店看到了，但是它就已经快6万人的留言嘛，然后评分4.9分。然后安装次数是50万加，所以说不是新友。那如果你以前没玩过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哦，你看他们会做汤啊！好，继续。这个仙罐里面住的什么仙子哦，精灵，然后可以看广告，420 A， 通常是这样，就是 A B C D 啊 ，A 的话可能就是千啊，反正就是会有位数嘛，变变 B 啊 C 啊。好，继续。休闲设施
蹦蹦床。我连他100A 我没有，我现在是5000而已。所以到时候这个如果超过一万的话，它就开始一万嘛，然后再显示上去可能就是100A。好，我现在盖不了。那这边可以拍照是不是？拍照，然后分享给你朋友，分享给好友啊。好，你们看这边目标收集100，有没有？我这边变21A 了，就是它是个十百千万啊，十万啊，百万。我们这个应该是一个千啊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2万多。然后到时候还会 B A B C D 这样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升级。如果你真的没事不知道干嘛的话，就升级吧。哇，20A 也没办法。哦，你这个升级之前，这个好像要先升级，它有规定吧？然后树荫可能要升级。为什么突然没钱啊？我刚突然没钱，我做了什么事？哦，升到二级了。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刚刚钱为什么突然不见？那这边是怎么样？消这个闪电，然后升级我们的售价吧。我们现在有三种汤：西汤、胡萝卜汤、卷心菜汤，然后还可以研究配方。这个应该是高丽菜汤吧？胡萝卜菜汤，这应该是清汤。你看，我们现在9000多嘛，然后一万之后可能会变1A 啊，有没有？哦，变11A， 所以这个 A 是千，就三个零啊。你想象那个 A 是三个零，然后 B 可能是四个零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那我一开始有说是国际服版本嘛，就是说多国语言。那你可以云端存档，这是我的那个游戏账号，游戏的那个账号吧，产生的账号吧。那我音乐就开小声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的玩法就是很容易就没事，我就必须要等待存到100A 啊，我们目标。可是你又会想做事情怎么办？就看广告，或者是这个加速看广告，它卡很快啊，就才玩一下子就卡关了。欸，他要叫我们拍照，拍照赚钱。这个猫咪的话可以喂食，还可以装扮。啊，刚刚我们那个有获得这个熊猫，然后我们可以给它穿戴，它就会穿上熊猫的头套。我们现在有三只猫嘛，哦，一二三。那它为什么去休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工作。还没有名字哎，可以去自己取名字。然后这个汤可以升级是不是？哎，他要工作了，这个会提升这个闪电哎，这个绿色闪电。哎，他这个有点惨哎，22A 才从44提升到48，有点少。然后好像也有。白天是不是还有晚上？你看他剁就丢过来，剁丢过来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会不会剁弄就跑过来？观察一下，没有。他把高丽菜在那边刮，切这个高丽菜。好、好久啊，才15A 而已。我只有三只猫咪啊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15A 而已，怎么办？这边怎样？额外接收要看广告是不是 ？Yes。啊，不行啊，要花钱。好吧。七天奖励，然后礼物，月卡，雨天会打伞的、啊，好可爱，像青蛙装哎、欸。
这游戏真的好可爱哦，但是好花钱哦。哦，太可爱了，然后太花钱了。这个应该是成就吧，收藏。打勾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点的没反应啊？就打勾。哦，没了。惊叹号，那个红点点没了，就是告诉你这边有那个图鉴。那我们继续升级啊，他叫我们干嘛就干嘛，有钱就升级。那你目标100也太难了，对吧？你看我已经四级，我刚刚就点这个吧，点这个升级了啦。我们现在才，你看408，慢慢才升到409。天哪，然后你花了20A，才多一而已耶。这个投资报酬率有点低，说，我觉得有点低啦，低到爆炸。不如不要升，可恶！不如不要升了，太难过了。好，每日任务，成就任务，赚一下那个钻石。这边要升级汤的价格是不是啊？好，升级了，售价，我现在售价2000多。这样赚比较快。这个闪电也可以自己手动领一下。这只猫咪很可惜，它不会跑过来，结果它还跑过来。好，拍照一下，拍照也可以赚钱。你看，它要叫我升级了，你可以不要啊，你可以升这个。这样也可以，有没有？不一定要，他只是提示你说你的钱够了。你看啊，他跑过来了，他刚跑过来，然后就休息了。好，那玩法上大概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剩下就需要那个时间的累积，或是看广告。算是轻松疗愈的那种。点击生前玩法吧，点击的玩法，剑都暂时都剑完了，就没事做了。领个任务，哎，这边又有了。哦，我100A了是不是？可恶啊！好不容易100A，好，要去那个评分。那我没有理他。那这个碰碰船要干嘛？哦，碰碰船是剩下这个绿色闪电，然后这边有活动，哇，直接送我们1000A，太好了，突然变有钱人，我撑到十几分钟，终于变有钱人了，好，终于啊，终于可以挥霍一下。哇，碰碰船好可爱哦！休息是不是？工作累了就来休息。蹦蹦蹦蹦，蹦蹦蹦，好可爱哦！那我们目标1000A，我刚刚把1000A花掉了。下雨了，我没有撑伞啊！这里有青蛙哎，Hello！哇，看广告课的151A这个闪电，青蛙王子。哦，就是你要看广告啦，不看的话就等吧，因为这个钱也是一下就花完啦。我们有没有喂食的东西？那钓鱼哦，哇，还有装饰房间。钓鱼的话，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钓，因为只有这个页面啊，我只有这个页面。我这边有告诉我们 ，EA 等于1000。我刚好说嘛，它就 A B C D， 很多游戏都是这样。所以20A 就是20000。
但他这个生这个钱的话，他好像也没有变多哎、欸，慢慢变多，二十二一二二这样慢慢变多吧。把钱用下去，完了没钱了，168。好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哦，你又卡关了。他要这边蹦蹦船。好，我的那个菜越来越贵了，卖的价格已经2000多了。因为这边都有升级嘛，那你如果需要这个道具有没有？就是看广告，不然就是花的用这个钻石，就有装备。装备的话有一些争议嘛，有些 buff。OK， 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。那就疗愈，哦，有白天、黑夜、下雨、天气的变化。那这些猫咪就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根本就。996吗？随时随地在工作，就被我们压榨，压榨来赚钱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